还嫁接好像日本。这是台湾的清风，是吗？对，巨幅。好，今天的工具呢是，胶带一卷，塑胶带，然后锯子。那锯在哪里？它要等到明年它才会才有红枫可以看，是吗？有点可惜耶。那个不要了，所以你只是要假借它的那个茎当做一个养分的来源，对，当砧木啊。刚刚还在拍的说，清风。这是台湾的原生种，原生种。剪碎啊！剪碎，刚从这一只日本枫树红枫上面剪了一小枝下来，就是这样。就从花园那边买回来种的，他等一下可以来接这个。嗯，就一段一段的。嗯，好，走。那这边要贴起来，这边最好是把它贴起来。哎，这是一二，所以这颗三年了，是这样看，有年轮。不止有三年了，应该是，薄的一层，厚的一层，一个是冬天一层，夏天一层。这边还有一个点。就完成了，是吗？还要套塑胶袋。
这样这么蓬松啊？嗯。碰太。嗯，不要去碰它。那个碎不能去碰到。会歪掉。对啊，味道没有对准，形成层就不会活了。好，这样就好了吧。嗯。OK。再还有一段。这边还剩一段。这样直接插着不会活。省台就嫁接那边。好。那什么时候可以拆？长芽的时候，等大概春天、夏天了。长芽的时候，就是成功了。如果没有长芽的话，你说这里如果冒出芽，嫩、芽出来就成功了。哦，好，没有冒芽就是失败。好 ，OK， 好，就下雨了，收工了，拜拜。嗯。